我是蔡琴，
这三天呢，是我第一次的个人演唱会，从台湾出赛到香港。那么刚才各位听到的这首出赛曲呢，其中的和声是春天合唱团为我搭配的。希望今天晚上所有的感觉，大家都跟春天的感觉是一样的，让春天的歌声跟我们一起度过美好的晚上。那么从现在开始呢，我就要介绍很多很多不同类型的歌曲给各位听。那么就从现在开始，从这首《永远永远不变》。
谢谢，谢谢。唱完了一小小段的广东话的《你的眼神》，没的难舍，唱的不太标准，希望你们多多包涵啊。因为我是到了香港呢，每天出去在街上听一听这个广东话要怎么讲比较像，虽然唱的还是不太标准，但是我已经很勇敢了。不过从你们的掌声，我可以听得出来，谢谢，谢谢。